绪上涨，疲劳作业，防护不到位，是造成高空作业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。在日常安全生产中，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，杜绝类似事故发生。今天的承德应急之声就到这里，再见。好的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。那么稍后呢是我台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，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。我是主持人丽丽，做好个人防护，抗击新。大家好，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视台。